走一小段哈、哦，来看社区地图。澳门今天重点在这个永安街26巷。这条哈、哦，其实是我们育英的老街、啊，在文化里那边有文化老街嘛，举例的什么港湾过街。这个哦，我们这条老街没住它，但是有这边来看哦，阿兵伯的行动百货，这拢我好的啦。不见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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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车里。阿兵伯，已经不愿意，他这边这个，现在说，啊，现在车都，对，好这个他干，啊，不菜，哦，没有地方摆，太没菜，哎，这不菜，太可惜。被打被毁空间，88，至少卖70年。我看到这里就，哎，记得家谱哈。不过古老，它最古老是在林，一几玲珑啊，一几位还是未干净嘛，这个大爷。花玲珑呀，然后就是花玲珑。他儿子也知道，所以一几玲珑有修炼，所以这一代为这代用第三代，70天第三代，所以不够老。所以一玲珑啊，像我抓你这个框，对啊，还有抓你，阿姨你来。你打那船嘛，按人家鼓，大家传播一下，真的那个，它是不见了，公厕也不见了，被人家30年前被人家改，那个屋主改成那个改建了，他看得到的是御影居，百年古井，御影居还有啊？御影居有，我10栋的娱乐技术，你到这边一点。不，看下，咱同阮在来过阿街，我这边条啊，这100单。红毛井，红毛井哦，比这个小，但红毛井被改成没有古老这么漂亮，它的原味还存在。哦，因为阮蔡里长工没江边了，所以我就遇上这个。啊，江湖饼也有，奶头鸡哦，要70啊，都办完。啊，姜母饼它纯粹我们边走边聊。姜母饼它纯粹真的是用姜母，没有化学药品。刚刚时间比较短了，啊，不然这一段也有地方可以讲。这段270公尺，这样我开的哦。这条巷这条路有八行，八门牌号码，八种门牌号码。哦，不一样的。270公尺，八种门牌号码。这里就不花钱了。还有彩色的。
啊，刚才那里就重一些。我说你要拍照了。咱这边的时间没问题。没问题。对。咱这包空票。对啊，讲话讲讲。包空的，你叫电视公告包空的。对呀。